周爽近日来可谓是曝光率大增，一边和老爸忙着出演真人秀节目，一边和男神李钟硕准备拍新剧。之前被爆出与胡彦斌完结的郑爽，正在横店与李钟硕热拍《翡翠恋人》，爽妹子似乎毫无正经历一段情变的忧伤，在片场各种甜笑卖萌，敬业工作。据悉，克拉恋人续集《翡翠恋人》也是紧锣密鼓的跟上，女主角从唐嫣变成了郑爽，男主角找来了李钟硕，围观这一对全新的韩国欧巴与内地美少女的高端配置，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两位白花花、水灵灵的牛奶肌，绝对是一场超赞的视觉盛宴，让人无比期待。